三度荣膺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蔡健雅将于8月10日登陆上海大舞台深情开唱，由此拉开2013全新巡演《美丽突然发生》的序幕。6月26日，蔡健雅也是亲临上海为自己的演唱会宣传拉票。相较于以往一把吉他随性简约的舞台风格，此次天雅将舞台设计成迷宫的形式，为大家营造出唯美梦幻的气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场她还特别设计了一段感人歌曲大放送环节，《无底洞》《纪念》等耳熟能详的伤感歌曲一定会让歌迷感动到落泪。选择方面还是会以《美丽突然发生》这个概念，我们就去让这个整个就是歌序会非常的顺畅，当然还是一定会有让大家就是痛哭的一段，都是经典的一些，就蔡健雅躲在一个角落让大家一起哭的一些歌。不带餐厅纸就不知道蔡健雅是谁。发布会上，蔡健雅还意外收到了孙燕姿、张惠妹、那英等圈内好友的祝福，除了大赞其过人的音乐创作才华外，还对其下厨烘焙甜点的手艺赞不绝口。对此，天雅十分自信地将甜点制作比喻成自己的第二春。甜点这件事情，就烤甜点，我就是会站在大家面前就拿给大家吃，看他们的表情说告诉我好不好吃，好吃对吗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这几年突然间发现的另外一面的自己，而且它也带给我很多很多就是在生活上的乐趣，感觉就是那种第二春，有一种第二春的一种感觉。